今日是2021年的7月25日，今日我去实行30年前许下的约定，就是在切尔诺贝尔和董哲相会，买了2021年7月25日航班编号7733-12的机票，是去切尔诺贝尔的直航机票。现在我的心情真的很忐忑，我究竟应不应该继续纠缠在这段关系上呢？但是我最后我都没上到机啊，因为在临上机前那一刻，我发觉我已经放低了他。还没法解释何来气力，终于抛开了，然而尚未叹息，假使怕不了，我太懂约定，但如何做一刻的决定，幻想都尽了，明明想都尽了，仍旧想起了忐忑。如果我当初有上机的，个结局是不是会不一样呢？我们是不是真的会相遇呢？我真的很后悔做了这个决定。